那此外，我们的科技教师。本身是我们西湖的子弟哦，回到学校参加活动，那就有下个月他希望能够把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相关的产品，那号召一起来捐赠给地方哦。那这边特别要谢谢在洪本城议员贤康利的一个这个牵线之下，那我们的高执行长带领着六个团队一起来赞助彰化县202万，那是64只的这个台币哦。那这个是小朋友最喜欢在上课上拿不同的这个台币呢一起来做学习。那他们除了呢这个硬体之外，那也结合了好几家的这个软体哦，那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教学，那提供给我们2所学校以及5个制造中心哦，那让我们呢全彰化县就我们的这个分区下去，那不断的再把我们科技也推动。那这边特别还要谢谢我们彰师大哈，那也长期以来对于我们的这个 AI 部分的一个这个支持，也会衔接上来，然后做我们的这个师老师的一个培育啊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向下来扎根，带领着团队。那大家也谢谢我们洪议员贤康利的一个捐献，再次的谢谢，他也跟我们高执行长来接手捐赠，总共呢202万价值的64套台币 AI 创新应用软体，给平和国小、和仁国小及彰安普兴、福兴二林、田尾等5所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。向